喇叭，然后我的吉他手是柳丁、黄健翔，我贝斯手李嘉玲、路易斯，鼓手郑杰仁。这首歌叫做《别让我孤单》，然后它的原唱是农夫巧克力。然后你们记得我上半场唱一首张悬的歌吗？两者有，记得吗？有。然后我就今天很开心，完成了我两个小心愿，一个是当张悬，第二个是当郑义农，就这首歌的原唱。然后我想看这首歌，是因为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很开心，所以我希望可以把这个感觉带给你们，谢谢。Oh,